近日，29岁的女演员古力娜扎在网上更新了一组全家福，悼念自己的父亲。网友们看到这条动态后，纷纷留言心疼娜扎。照片中，娜扎的父亲十分高大，即使头戴墨镜，满脸胡须，乍一看给人感觉凶巴巴的。一旁的妈妈则非常温柔，与爸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姐姐则留着利落的短发，姿态优雅，大长腿十分抢镜。很多网友看到这张照片后，纷纷留言姐姐的气场不输明星。据了解，她的姐姐加纳提是一位空姐，所以气质非常出众。比妹妹大5岁的她，如今已经34岁了。姐姐婚礼当天，娜扎推掉了所有工作，专门参加婚礼。两人还在婚礼上跳起了当地特色的民族舞，画面十分养眼。娜扎的妈妈曾在一段采访中提到过，自己的丈夫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女儿之所以如此拼命拍戏，正是为了父亲能够做最好的治疗。娜扎爸爸去世时，她正在外地工作，匆匆赶回家，才见了父亲最后一面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好在没过多久，他就传出了与张翰的新恋情。由此可见，当年的张翰的确陪伴娜扎度过了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光。